走在台南街头，就像走进一首交响曲。打开耳朵，美妙的音符就在你我身旁。2021台南国际音乐节，邀请大家一同享受天籁之音。首届的台南国际音乐节即将在9月25号正式开跑。那今年因为正逢疫情，活动的办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总是认为音乐可以振奋人心，音乐可以抚慰人心。那透过很多的美妙的乐音，在教堂、在图书馆、在动物园、在美术馆各个台南市的角落，来开办不同形式的音乐会，希望让所有的市民，让全国爱好音乐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参与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很多人都说，国际音乐节，那怎么都没有看到国际的乐家或是什么？也许对很多人，大部分而言，国际这个定义就是外国人的脸孔。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台湾优秀的音乐家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然后或者是甚至很多音乐家其实都是旅居在国外，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也是值得被大家被大家看见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是第一次举办，那也见证了更丰富了我们台南的艺文生活。台南民众，事实上台南作为一个文化古都，不能没有音乐。那当然我们有很多音乐，譬如说音乐节庆，像个人散步啦，像很多的活动或是音乐活动，像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举办的台南国际音乐节，是国际性质的。那也希望说在疫后的这个整个活动中，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可以打响第一炮，也可以为市民朋友们的艺文生活更丰富，那也可以在美术、在民俗之外，我们还可以展现艺文，也是这个音乐也是我们台南的强项。那更希望说大家市民朋友们，老定酒老咖，阿布酒阿巴，大家一起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欢迎收看9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近年来，餐饮外送相当方便，不过嘛，造成餐饮面积大大增加。所以台南市为了对源头来减量，率先全国在新台商圈设立头一座循环杯自助接行站。市长吴伟铁嘛特别到场宣传，亲自体验接杯加行杯服务。硕士龙头业者甲台南在地新创公司好和气携手合作，推出循环杯自助造型站。目前这个全台首座循环杯造型站，就设置伫咧新台商圈的基楼顶面。民众只要透过手机下载 App， 就当轻松简单造杯啊，方便又搁环保。伫启用之工，市长黄伟铁就特别来启用这项率先全国的服务。这个还小，它是听到的二十年来的。疫情的关系，以台南市来讲，我们这几个月的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哈，大概比过去平常时期还要增加39万多公斤的这些一次性的餐具，那也不但增加了焚化炉的这个负担，也增加了对环境的负担。我想说这个部分。因为疫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完全结束，那民众为了求得安全，大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那这个对环境的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以台南市为例，就已经增加39万公斤了。因此呢，我们非常感谢麦当劳能够使用循环的这个餐具，那在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消毒设备能够建置起来，让这些餐具能够再次循环使用，大家恢复这个对环境友善的美德，在
防疫的条件下，在安全的条件下使用，在完全清消的条件下能够使用这个循环餐具，我们非常乐观其成，而且非常鼓励。在卫生清洁消毒的部分，环保局长谢世杰表示，这些杯子和餐具也这都会用专业的机器消毒，而且定期上验 SGS， 卫生安全有保障。这部杯子呢，只要再还回去之后，它一定会做消毒，而且呢，透过 SGS 还会抽验，所以这个部分的卫生问题绝对没有问题。为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循环杯，寿喜亚家也推出几点上好康的服务。期待着好和气的循环杯到我们全台南市的麦当劳消费，任何一杯饮料就可以得到麦当劳环保积点三倍的回馈哦。哦，这么好。对，三倍的回馈，意思是说你只要到台南的麦当劳带着好和气的杯子，然后购买一杯饮料，然后我们就盖上环保积点卡三点，那集满了五点呢，还可以到麦当劳去兑换一杯价值33元的饮料。民众伫循环杯自助造型站造杯啊了后，唔免伫原地点新杯啊。业者伫台南市总共有62个循环杯造型的据点，就是希望造福民众有更加好的使用体验。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会教育委员会上午前往台南市立图书总馆，一方面关心疫情期间图书馆的营运状况，另外也关心永康社教中心目前整建工程的进度，做会了解。为提供永康地区一个优质展演的使用空间，永康社交中心对今年3月进行整建的工程，估计投入1亿8000万的经费，打造600个座位左右的中型专业剧场，加多功能的排练场，估计每年6月就会的完工。今天有特别请馆长在，还有科长帮我们讲一下，说永康的这个社交馆现在是还在这个工程的状况嘛？那在这个期间，其实永康区的居民也是不断在增加，我们对阅读的需求、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也在增加。那如果说这个新总馆刚好这个又成立又遇到疫情，有各种不同的变数之下，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发展？像譬如说疫情年，像电子书的借阅，或是说我们这个自动借书系统，其实就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那演艺厅过去因为它是一个狭长型，纵深比较浅一点，而且舞台很高，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都会安吊吊，哦，吊吊。其实，在观赏的角度上不是很适合，所以这一次在整个舞台往下降，哦，那整个位置有把它减少，有把它减少，但是让民众的观赏的视角能够获得一些比较舒适的一些改善，包括灯光室、副控室等等。那包括过去没有后面没有一个穿肠道。也就是说，演员没有办法在后面这样子穿来穿过去。那这一次都做了改进，然后另外就是准备区，以前准备区很小，哦，很小，所以后来我们改善了，利用它原有的研习教室，把它后扩变成是我们的准备区。上午出席会刊，除了议会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另外永康区的议员也几乎转到，其中议员古木哈少甲永爱达里也特别关心原本社交中心3楼的原住民会馆，伫个整建以后到底何去何从？对此，文化局长甲永康区长嘛回应，因为牵涉原先1楼甲5楼图书馆的动线，原则上会将会馆刷到1楼，至于后续的规划，佫会向议员来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面对疫情，台南市全力部署校园防疫物资，伫开学之前，各校得达到1个月以上的存量。同时嘛，率先全国部署学校，每一个学生拢专用的午餐计房。伫开学到今已经2礼拜，市长是提到东区县立国小关心学生用餐甲计房的使用情形。市长黄辉特上午特别来到东区的县立国小，进行营养午餐计房使用状况的视察。台南市府率先全国其他县市编列专款650万来补助市立的280间国中甲国小，让每一个学生拢有一个计房通啊好使用，嘛让学生因伫咧用餐的时阵会用加一层防疫措施。台南市的国中小包括高中都已经有这个隔板了，但是隔板必须在用餐的时候要架起来，然后相关的这个餐盘
或是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做好这个处理。所以用餐的时候是唯一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时候口罩是拿下来，用餐的时候不能出现破口。所以说我们特别来胜利国小来看。另外针对中央厨房的部分，台南市目前去用选择中央厨房喜欢的县市，目前台南市实施中央厨房已经有62%。透过中央厨房，除了会用自行采买食材较安全以外，嘛用予学生因食了较健康，嘛较营养，卫生上嘛相对较好掌握。当然，我们除了食材的营养，三脏 EQ， 除了这些营养午餐能够做出最好的 CP 值之外，台南市也是把全国作为全国的示范县市，就是把这个中央厨房来照顾周边的学校的中心厨房的这个概念推广。那如果台南市做得好的话，就会推广到全台湾各县市。这样的话，第一个自己买的食材自己做会比较安全，而且比较营养，而且比较省钱。那你可以看到有些中北部的学校，他们一餐都是从外面订的订的可能坦白讲这个厨房是不是安全，有没有经过营养师的设计，这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吃出营养，吃出卫生，但最重要也必须要做好防疫工作。最后要给大家提醒，14号由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搁增加2个新北市幼儿园相关的本土案例，希望大家咧面对特别来到的中秋连假，防疫的部分千万唔通放学生。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人多当中，目前只有咱台南市无变的公会教师助流感疫苗预算，所以议员刘维印、沈振东以及教师工会理事长陈伟云联合召开记者会，为台南市的教师发声，最后嘛得到市府正面的回应。秋冬季节也是流感到来的季节，真侪人拢会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感染。但目前伫六都当中，只有台南市无变的预算，予教师接种公费流感疫苗。对此，市员吕维应、沈振东13日特别召开记者会，为教师请命，希望由市府专业负担变的预算，予全市的教师注射流感疫苗。6都，目前只有台南市并没有为老师来纳入公费流感疫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特别邀请卫生局，特别邀请教育局，希望可以来为我们的教师来争取可以纳入公费流感疫苗，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来帮我们来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秋冬之际，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之下，我们更应该要注意到保护老师，保护才是保护孩子。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期待教育局能够如实如此从速来赶紧来协助我们的老师，在疫苗的部分，包括在健检的时候顺便来去做一个疫苗的注射。希望卫生局跟教育局这边可以为老师编列预算，然后开始造册施打流感疫苗。那我们争取的是公费的流感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在秋冬这个季节，其实老师们在帮学生带他们去打疫苗的时候，其实老师本身也会陪同他们过去在学校里面就做施打。那虽然说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是全程戴口罩，可是包含像刚刚我们新闻稿里面有写到用餐的时候，或者是像科任老师他本身就会随班去到不同的班级去任教，所以我们在保护学生的同时，其实老师这个部分应该也要被同时保护到。对着明代跟教师工会请命，市府也做出正面的回应。针对于这样的诉求有可行性，是应该会把它纳入明年的施打，因为疫苗的购买要很早，像今年10月要打的流感疫苗，在今年1、2月就已经定了，所以原则上是现在，如果你现在立刻要来增加今年的流量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流感疫苗是全世界都在一起购买的，所以这些4价疫苗，如果我们研拟这个方案可行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现在的预算的一个编列，在明年就可以把它编入我们施打的一个对象。针对这一块的部分，确实有在思考跟演绎，就是说结合我们现在的植栽的一个。巡回健检的部分，针对可能就是在40岁以上的老师的部分，有一些就是提供这个明年啊，因为今年的疫苗部分已经就在年初做统计的，明年的部分这个方向是我们会去做处理的，也就是让40岁以上老师的部分先优先来施打疫苗。
教师注射流感疫苗有资格以及年龄限制，凡是政府要让教师全面来注，就要家己吸收相关的预算。不过为了强化校园师生健康防护，台南市政府自明年起将会提供市立学校以及幼儿园40岁以上教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共同守护师生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出身台南将军区的吴清友所创办的成品，甲台南在地品牌碳卓玛丽合作，将伫南区打造一栋6000平的店面。上午，双方伫市场媒体见证，正式对外宣布这项消息。在管弦乐团优雅演奏声中，未来伫南区盐埕上北开发区，台湾原生文化创意品牌宣布甲台南曾经20栋的在地烧肉企业，被打造一栋6000平南台湾上大店面。上午，双方选伫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盛大举办记者会，市长吴伟铁嘛亲自到场见证这件合作案，期待再予台南建成400栋全新的人文风景甲生活体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共同见证我们诚品生活跟我们探索玛丽能够强强联手携手合作，共创台南的精神生活跟美食文化的一个做最好的结合。我们知道台南是全台湾第一个城市，也是即将迈入建成400年。在建成400年的献礼方面，我们有各方面全面的这个让展现给世人跟国人共同见证，共同看到。不仅在美食，不仅在文化，不仅在宗教，不仅在精神生活上，好，我们都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也非常乐于见到我们有很多好的一个企业在台南能够深耕茁壮发展，更期待看到他们能够彼此携手合作，1+1=2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能够共创台南的未来。诚品我们都知道是国内，而且已经是跨出享誉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碳卓玛丽也是一个在地对于台南美食文化做一个新的诠释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结合，能够让台南更被台湾以及更被国际所看见。我是在台南出生的，那在台南创业，台南这一块土地就是我的家。那我们碳卓玛丽在台南已经深耕了20年，那从20年前的一间烧肉店到现在的多品牌发展，这些成长都是在台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接下来的这一步，我们将携手诚品生活，希望透过我们两个品牌，跨领域的合作，来激荡出更多的可能性，来打造出全台南最具特色的生活、休憩、购物的景点。诚品就是我们这次回到台南，我们希望能够更在地化，然后跟各位大家就是在地的这些乡亲有更深的一个连结，甚至也要重新去学习，重新去认识台南这座城市。那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诚品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这些内容，然后包含我们所拥抱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谈人文艺术创意生活，就是我们很希望也能够协助整个台南的，包含是像是政府团队，然后跟我们的民众，然后跟邱董这边，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更永续更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也期待诚品的存在可以带给更多人温暖跟幸福的感受。
据我了解，工程完不了，一直起，如果该合作案总工程费将高达13亿，而且两个品牌首次跨领域合作，毛挂界相当期待。希望2024年开幕，会当满足各个世代民众生活加休闲需求，嘛创造企业、城市以及民众多元局面。但新闻官至何乔邦采访报道。但是今年五月，经济调拨18万片正币的催安，让社区也叫来买，除了稳定民众的心，保护市民的健康。而现在疫情稳定控制，药师工会嘛转数规行一批催安。今年五月疫情开始严重，嘛出现抢买催安迄时，台南市政府经济调拨18万片，交付台南市药师工会配合，让社区也叫来买。除了安定民心，也避免市民受到危害。而现在随着疫情稳定，催安充足，所以台南市药师工会在市中黄伟特见证规行当初市府所提供救命催安。我们非常感谢市长还有局长，来做这一个动员的支援的动作。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把18万片的口罩还给市政府，所以我们为了感谢市长还有局长，我们会送那个防疫的那个纪念邮折给市长，那我们也会请市长还有局长在那个邮折上面签名，会在台南市药师工会的橱窗里面留下一个记录。也感谢所有的媒体先生，我们大家的努力而守护得更好。那谢谢我们药师工会非常有效率的赶快第一次拨补10万，第二次再拨补8万的样子，然后这个能够让这个社区药局有这个口罩可以面对民众，这点是非常谢谢的。那而且我听说还原本代理 多送了我们几个，感谢了感谢了。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大家互助的这个结果。最重要的是药师在第一线，从去年以来到现在，其实你们为台湾所做的，为我们这个城市所做的，都让市民非常感念。那谢谢各位药师的努力，也谢谢大家在防疫第一线为这个防疫的战争打了漂亮的第一战哈。那我们谢谢药师工会的会长马地正纪念邮票，分别感谢市长和卫生局长，也持续为台湾加油，希望新北市这波感染会当赶紧得到控制。台南市药师工会站不站？站。台南市卫生局站不站？站。台南市站不站？站。电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在是坐云，对战准好，起来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30%，海面平均风力5至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九月14号中间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